天哪，这个埃及有很多所谓法老的诅咒，然后呢，包括硬核田，包括这圣甲虫，哇，一不小心被它沾染到，搞不好你尸骨无全回了。哦，那比方说像我今年一月我们带团员去的时候，大家很讶异啊，竟然在船上有比基尼女郎。那上山之后呢，下山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摩西会很不爽的摔石板。